喂，是120吗？不说过内心的时刻，我爱过光阴的交错，奈何你来了，温柔了寄托，你经过不停火，偷偷走的叫了下一个快活。干嘛？能不能再等一下？别急着说放弃，都是我与无辜。离开我，如果回头，我们后悔有期。谁料想我的倔强，不堪一击。陷落在这梦境，终究会相遇。怎么办？小时候教你那些还记着吗？早忘了。现在都法治社会了，谁还打架？乱打吧。行。李哲，你不是要告我？好啊，我就是坐牢。你要先废了你小子，给我上！呀！爱我，如果回头，我们后悔有期。直到像我的倔强，不堪一击。陷落在这梦境，终究会相遇。你说过如果回头我们不会有期，我等你改写结局，然后死磕到底。能不能再等一下，别急着说放弃，都是我与无辜。离开我，如果回头我们后悔有期，却留下我的倔强不堪一击。陷落在这梦境，终究会相遇。没事吧？再等等。怎么样？我听过暧昧的承诺，捕捉过暖心的时刻，我爱过光阴的交错，奈何算你小子命大。撤！温柔了寄托，你经过不了火，偷偷走了，方静，找着下一个快活。方静。